简称为石油联合国的地方啊，他们穷得只剩钱跟跑车。他们的顶级地标是世界上第1家7星级的等级啊。另外，他们有全世界最高的塔，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，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。这个室内最大的滑雪场是在。 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名，欢迎收看莫名其妙这个单元，关于审美不科学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说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说全世界10个最有钱的国家。其实这一个主题呢，墨镜哥很久以前就想拍了，不过拍这个主题讲到这个内容呢，会让很多人感到心酸，所以墨镜哥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拍啊。 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就赶快给大家讲一讲吧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排名呢，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。不过同一个组织、同一个年份做的调查，如果依照不同样的水准去做评估的话呢，那排名会完全的不同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这个调查报告是依照国际汇率去做分析的话呢，哇，台湾排名多少？36名。台湾的 GDP 这个时候呢是24971块，好可。 那刚刚讲到 GDP， 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吧？啊，但是如果加入了衡量各国的物价水准来去做分析的话，哇，那台湾的排名不得了。 一下子就冲到了第14名。这时候呢，台湾的 GDP， 再强调一下，这个是考量各国物价水准之后的 GDP， 又或者可以称作是 PPP。真老舍，管他啦，反正不同样的衡量标准之下，台湾的 GDP 这个时候是53023元，5万啊，各位，你们知道这个5万数字超越了哪一些国家吗？我们常常非常羡慕的韩国，41000元被打掉了。 日本44000元排行28，远远落后。英国45000元，法国45000，芬兰46000，比利时48000，丹麦12000，通通都被我们干掉。甚至德国52000，也同样落后于台湾。这你敢相信吗？ 所以呢，其实这个考量物价之后的分析啊，是蛮有争议的。不过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哦，会不会其实各国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呢，也是充了很多那种啊很奇怪的数据在里面。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啦，今天墨镜哥就讲这个考量各国物价水准之后的 GDP， 来讲他这一份排名报告。 首先要登场的是近期风波不断、依然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。香港应该令人不意外，一直以来它都是我们台湾人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啊。墨镜哥以往就听到了非常多的报告是香港很有钱啦，这样子有钱之类的啦。而且在以前呢，它还是跟台湾啊并列为亚洲4小龙之一。那不过近期这个香港反送中事件，常常罢工或者是游行这样子，已经对香港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 冲击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香港他们的金融业、服务业和航运中心这样子一个统治地位，一直都是在世界上很有名的。所以呢，它有另外一个别称——东方明珠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词应该很多人在念什么地理还是什么历史的时候都会听过。另外，除了东方明珠这个称号，他们也有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这个封号啊。购物天堂以前墨镜哥听得很多啊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墨镜哥很羡慕。尤其是以前很多片都拍到他们的高楼大厦，甚至从他们的维多利亚港拍过去他们的 夜景和他们的城市景观真的是漂亮啊！不过当然了，他们的贫富差距好像也是很大，好像过了几条街就可以到贫民窟，城市的差距相当的大。 另外，之前墨镜哥也拍过他们的汤房现象，他们的房价之高，让他们的居住的水准呢，已经来到了一个让人惊骇万分的程度。那第10名香港，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呢？真难念，66517美金，约260万新台币，不得了。再来第9名，科威特。 科威特呢，在亚洲的边缘地带，怎么讲起来好像你怪怪的？反正啊，他们在亚洲的西南地区，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，波斯湾的西北部，这个讲起来好像又在骂人。那科威特他们的人均收入又是多少呢？哦，刚刚那个什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，然后参考了国内物价水准的这一个一长串的字幕，这个是省略了，以下直接讲人均收入大概多少？他们的人均收入67969美金，210万新台币呀、啊！ 这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呢是石油产业。根据现在已探明的，他们的石油储量呢是940亿桶，是世界上石油总储量的10%。 相当的恐怖啊！不过，如果你以为他们的国家单纯就是靠石油赚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实际上呢，他们也是知道不能够完全靠石油，所以呢，他们用石油赚来的钱再去海外投资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国家从1985年开始，科威特在国外投资的资产收入呢，已经超过了每一年他们卖石油所赚得的收入，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远见，而且相当的成功啊！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公民到底有多爽呢？来，不说不知道，说了心都碎掉。 他们的国民，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服务，另外再提供他们每一个人免费念书。除此之外，买房子、租屋，或者是你平常的饮水用电，另外再包含结婚跟生小孩，全部都有高额的补助。怎么样？光是免费听到了医疗服务跟免费的教育资源，是不是啊？就让你很羡慕了呢？别忘记，他们还有用电的补助啊！台湾以前涨个电价一丁丁就快起笑了，有没有？每一个人都怨声载道的。 他们补助这个方面厉害。再来第8名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，他们这名称呢蛮有趣的，实际上他们是由阿布达比、夏尔加、杜拜和阿吉曼、富吉拉、欧姆古温、哈伊马角。 等7个酋长国所组成的一个邦联制君主国，实际上我这一段话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，应该还是一堆人听不懂啊。好像越解释听到越多问题哦。什么叫做酋长国？什么又是邦联制君主国？啊，不管，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。反正你们只要知道哦，这是一堆搞石油的国家就对了啊。那他们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，穷的只剩钱，他们什么没有。 钱最多啊！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呢，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4740块钱，2185000新台币，真的是很穷啊！这个国家，那非常不意外的，他们是靠石油起家的。 在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呢，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那关于石油的各项政策呢，好像是涨价或者是调降这样子，或者他们要增产或者减产，他们也都是有巨大的影响力。不过这个墨镜哥简称为石油联合国的地方啊，他们也是很有远见。他们也担心未来石油如果枯竭之后，他们会经济下跌。他们也是鼓励除了石油之外呢，你们要去多做其他的发展跟投资。那他们这样的政策也是相当成功。这个石油联合国呢，是全世界 失业率最低的国家，真是很让人羡慕。那刚刚讲到，他们有个成员叫做杜拜啊，讲到杜拜就是让人相当的羡慕，穷得只剩钱跟跑车。他们一个顶级地标7星级的饭店呢，曾经也是全世界，现在还是不是我不知道。他们的顶级地标7星级饭店帆船酒店是世界上第1家7星级的等级啊。另外，他们有全世界最高的塔哈利法塔。 另外，他们有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，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室内最大的滑雪场是在沙漠地带盖起来的。你们就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任性。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哎，真的很朴实无华，我都不羡慕啊。 那另外关于他们的人民福利呢，只会多不会少。刚刚的科威特跟他们比较起来的话呢，可能就只是他们的福利一部分而已。好了，继续讲下去。第7名是挪威，挪威号称万岛之国，那里的风景简直如诗如画啊。那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？告诉各位，76738美金。 2379000新台币。那告诉大家，让人崩溃的不只是他们有钱，实际上他们也是连续6年被评为全球最适合人们居住的国家。有一些国家很有钱，就像是刚刚的石油联合国，但是他们的气候很不适合居住，就像是那科威特，常常温度高于40度，哇，那怎么住人呢？但这个挪威可不一样了。虽然说很冷，但是你可以穿外套，比较好去抵抗这样子寒冷的气候。不过他们也不是常常都这么冷，而且呢，他们冬季常常可以看到极光，夏天呢还可以看到他们绿意盎然的挪威森林。反正啊，有山有水，好风景，又有钱，福利又好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止很有钱，实际上呢。